我问你，你晚餐为什么只吃烫青菜？还不是那个青菜，说我又胖又黑，我才。所以你是为了那个人这边搞东搞西的不睡觉？不是，我也不是完全为了他，我是为了我所有的粉丝，必须保持一个最好的状态。为了下次再被认出来，我当然要先变漂亮啊。好。你干嘛？我跟你结婚了4个月，你从来没有说要为了我变漂亮，现在为了那个粉丝又敷脸又除毛的啊？你怎么有没有搞错？啊！不要不要！搞错！你走开！你走开！哎，你干嘛踹我？很痛哎！你撕我的贴布，我才痛吧！睡觉。你今天睡下面了。肚子怎么这么饿？不行，一定要忍耐，不能吃。天啊，我受不了了！吃一点点，应该不会胖吧？想减肥还吃泡面，我拿晚上的剩饭帮你煮粥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，肚子饿的时候当然吃什么都好吃啊。嗯，好啦，但是你煮的又比好吃再更好吃一点。看你吃东西，我觉得很幸福，所以你可不可以为了我好好吃饭？可是你煮的东西这么好吃，要是我变成大胖子，那怎么办？就算你变胖、变黑、变老、变丑，我还是一样喜欢你。你走路总是喜欢走左边，你写的字总是歪歪又斜斜，你喝咖啡总是喜欢深一些些，你最讨厌比别人表态的虚伪。你要去哪？